站住！丫丫，把玉给我。终于见面了，首领。从你被救出来，然后加入天道之后，都是算计好的。不然怎么能让你露出狐狸尾巴？你隐藏得很好，没有人知道你是天道首领的真实身份，但你却忘了，我父亲也曾是天道中的一员。在他留下的日记里，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但我不能确定真的是你，所以只能以身犯险加入天道。你们姐妹俩真是给我太多惊喜了。没错，是我杀了元明，他很聪明也很够义气，但是他太固执了。是你让我失去了他。他违背了他的誓言，他还毁了天道，他必须被阻止。天道是我的所有，我为他付出一生，我必须要保护他。真是个疯子。我是个疯子，我是个懦夫，是恶人，那又怎么样？真正活到最后的还不是我这种人。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时空仪？你们太无知了。我的目的是改变这个世界。时空仪会重构这个世界，规章制度、伦理道德都将改变，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把预备给我，快点。
但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进入了时空仪，然后回去救了你们。时空仪是天外陨石，大概是因为陨石辐射产生了幻觉，我在幻觉中打开了时空仪，回到过去，看到李教授害死爸爸的景象。那你看到的李教授是怎么死的？他们在幻境中依旧争抢时空仪，最后杀死了彼此。北京，北京，啊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呀，我看见我自己回到了过去，成了那里的女王，受万人敬仰。哎呀，那个感觉呀，哎呀，那个感觉真是太爽了。你确定你变成了女王而不是祭品？什么祭品？你过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吉尔纳特·卡勒巴伊·纳克多安贝基女王。哦，吉尔纳特·傻了吧唧多巴胺贝基女王。什么什么傻了吧唧？是卡勒巴伊，我是卡勒巴伊，傻了吧唧，卡勒巴伊，傻了吧唧。